千玺，你们呢？有一次演唱会，我要做一个后空翻，本来那个翻我就没怎么练好，然后我上台之前我就超级紧张，而且当时那个鞋找的还是大的，大很多，然后要往里垫三四层还是四五层鞋垫，然后我再去做那个空翻，那很容易崴着脚。反正我一般练的时候我是能双手双脚一起落在地上，但那次的时候就是膝盖当就弹在地上，然后幸亏弹完之后赶紧做个表情，然后抬头赶紧圆回来。疼啊，膝盖直接下去，很容易受伤。